这陪我某是一对呢。一对？嗯。搞上一对啊？彩玲哦？当然不是啊。啊，那安尼就是你的初恋情人哦。我的初恋情人就是你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老实讲哦。哦。不准我骂我，到底是啥？你敢不记得咱细汉时阵，有一次去远足，是去英国陶瓷老街啊？会记啊。我可以记得讲哦，一到老街啊，我就讲破人一个花杆啊。啊，结果差一点啊，被人抓去警察局。啊，我爸就带三十个细汉的，啊，等十外块，我才会当提早回去的。好，你阁好意思讲呢？我阁会记得迄个头家哦，互你行到你面啊青顺顺的，伊甲你办喜事的。啊，算落来嘞，你就教咱的班花做一对对白哦。是甲迄个人啊。你是以为是个来参加外援组啦？嗯。啊，伊要炸学生，个保养嘛炸炸，所以我这保养不要存钱呀。哦。这个表示讲，你妈妈个保养炸炸已经要紧的，啊，你到今嘛个会记这件代志，就表示讲你。是讲妈，啊，天气变冷啊。你想要做无用婷婷上你的围巾啊？我不会啦，上到这涉水哦，够爽的呀！哎，我拍算哦，较晚哦，你甲提起送啦。啊，嘉禾的女朋友哦，真正足无敢讲的啦。啊，我拢几岁啊？上到这哪有适合我？哦，妈，你误会啊啦，这不是婷婷订的呢，是顾静的。哦。害婷婷哦，你妈个真是去咧无神经诶！哎呦，啊你哪会呢？你马丁哥啦，人伊有心爱经理无头我，我着足满足诶啊啦。其实我也毋是遮尔讨厌红色诶啦，啊只是甲我平常时穿诶衫较歹配尔。啊，不过啊，即马要过年啊，嘛是爱穿一点啊红色的吼，安尼吼，过年则带一点啊喜气，较有精神呐。哎，妈，啊，今仔日这么寒哦，你着赶紧把这个围巾围起来啊，啊，若无感冒是要安怎？哈？哦，啊，听你安尼讲，哎，我来感觉敢那一直寒起来呢。好啦好啦，啊人既然有心要送人啊吼，啊咱嘛唔通去切着人的好意啊，对不？啊无到时阵吼，恁哥讲啊做妈妈的吼，咧气嫌伊的女朋友，对不？你哪会这么紧着改变主意啊？你迄调查表无赶紧啊？你送一个物件，啥开话不是跟你进去啦？嘉豪哥，虽然讲我即马无啥清楚是啥物状况啦，也毋过我的直觉甲我讲哦，我即马一定爱留伫个办公室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需要小王子斗三工啊，就敢若你有闲，你就替我走一撮。小王子，你真正是锵锵锵动锵哦。所以讲，伊调查表真重要，我的合约一点都无重要。喜欢喜，喜欢喜嘛！我即马哦，就需要宜兰团的调查表啊，我们才会当好好规划后一波的行程和客户。啊，你合约，你后礼拜才要好人呢，就干那你有闲，你就紧去啦，紧的啦，急件呢，紧的啦。好啦，去去去，放下哈，放下。嗯嘛。雅婷姐，是安怎一定要嘉豪哥亲身去送啊？敢真紧按冲约哦？当然充优啊！这关系着恁嘉豪哥啊，佮我后半世人的幸福。你哦，袂歹，拄只反应真紧。卖讲啊，这卖讲啊，这啦。恁真奇怪呢，恁想要钱尔，都佮要互恁钱，你佮想要安怎？你想要离开啊？我若无就报警啊！这无你的代志哦，你想我卖插手哦，啊若无，连你做个假死。卖讲啊，这卖讲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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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他放手啊！放手啦！啊！三姨，你放手啦！啊！你忘了啊？别走啊！哎，等等，围围巾，围巾啦！围巾呐！哎呦！围巾！放手啦！你放手啊！哎！
吧，行了。